女演员李兰迪拥有甜美长相、优雅气质，也曾出演过多部戏剧作品，累积了极高的人气。平时她也透过社群和粉丝们分享生活。近日，李兰迪在微博晒出了几张在机场候机的美照，并在配文中自嘲：“此时有一位公主在享受她的晚安茶。”其中“公主”一词引来不少粉丝笑称：“应该是公主才对吧？”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候机期间，她也不忘把握时间护肤，直接在人来人往的机场敷面膜，模样十分逗趣。随后被不少粉丝认出，于是纷纷上前与他聊天。而李兰迪也抛开偶像包袱，边敷面膜边和粉丝们聊天互动，非常接地气的举动让不少网友大赞他亲民又可爱，完全被他圈粉了啊。